昨天发布情况通报，截止到1月3号的8点，病毒感染的肺炎或轻微卷轻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0，死亡患者。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全国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、医疗卫生工作者和科研人员。时间安静下来，记忆一幕幕倒带，曾经的笑声，这一刻都被空白。命运如何安排，结局等花开，说好我们一起看花海，回忆挥之不去在脑海，至少你坚持的信仰从未腐坏，你心不可不发言拼语推开，历史的名院，中山医院、中山医院、华山医院、北京医院、仁济医院，陪你一起度过短暂人生的黑白，别担心，你我同在，无论什么意外都不能将你我分。好不好？我打怪兽马就回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，我去打怪兽马，知道吗？那你去打怪兽。初一的时候，他回来就不进门了，就说在外面吃，家里有一次性饭盒，但是没有一次性的筷子，就得让他去吃一箱东西，说我家里现在都没筷子。他每天回来也都是中午回来吃一顿，10分钟。曾经的笑声，这一刻都被空白掩埋。命运如何安排，结局等花开，说好我们一起看花海，回忆挥之不去在脑海。烫了没多久的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发型，我旁边老师就是说啊，好可惜啊，一刀对我就无情的剪掉了。不推开，别担心，我们都在，陪你一起度过短暂人生的。看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使用了。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，在疫情面前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，一定护佑大家的平安和健康。